大家好，我叫嘎德，是西藏的一个当代艺术家。这次呢，非常感谢联谊艺术机构，还有张晓明女士邀请我做本次展览的一个策展。然后谈到西藏当代艺术，可能大家更多的可能是对西藏的佛教艺术，或者说是对传统艺术的一种固有的一个概念，对当代艺术的认知呢，可能还是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这次展览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呢，也是希望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认知目前在西藏最新的一批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和他们现在目前正在思考的一些问题。这次展览的名称呢，我们定为梦幻与泡影。这个词呢，是来自于《金刚经》里的一段经文，叫世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是就是在讲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所拥有的事物，实际上就是一场梦幻与泡影。